亮，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。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又蓄积能量，要往20000点冲关吗？中场是涨188点，收在19914点，今天成交量是4555亿元。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先欢迎到是华信投顾张大文分析师，大文老师好。锁定主流探短期，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义群分析师，义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刮涨，我敢问您先请教大文老师。好，很简单啊，一个终极的问题哦，来到股市啊，大家的目标啊，拢是探钱对不？股市怎么赚钱啊？那现在股市的操作哦，有分为指数跟股票啊。那指数怎么操作？台股的指数要怎么操作？如何操作？如何获利？来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指数现在一点是200块嘛。一点是200块嘛，所以你只要掌握到千点的波动，掌握到千点的波动，你的获利是多少？20万呢、欸？啊，那指数保证金现在一口10几万呢、欸，所以换句话讲，指数操作很简单，你只要能掌握到千点的波动哦，听清楚，我特别强调千点的波动哦，因为我们来到股市操作，我们不是要死多头，不是要死空头，只要有波动，有价差。我们就有获利的空间了，了解吧？哦，要有专业的依据、专业的工具啊。所以指数的操作如何操作？掌握到千点、千点、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是倍数的获利啊！啊，你想想看，股票赚一倍难不难？股票赚一倍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是要十只涨停哎。但是指数，你只要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有一倍的获利哦。哦，一口十几万，你就有20万，不是赚一倍吗？对不对？好。那1000点难不难？来，全国同学，我想问你，不要预设立场，指数的波动越大，你获利的空间越大哦。所以操作指数的观念啊、哦，操作指数的观念，三天前，38妇女节当天，指数上攻20000，对不对？那当天你怎么做？来，很简单，我讲过 AI 程式操盘法嘛。今天是大数据 AI 程式的时代啊！啊，你计算大户筹码 SOP 执行操作 ，AI 程式有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吗？所以3天前台股上攻20000点，我们跟大家预告什么？大涨了4000点，开始会有高档震荡修正的动作，有震荡修正，有震荡就有波动，有波动就有获利的空间，了解吧？不是死多头、死空头。看多看空没有意义，赚钱最重要啊！所以3天前，3月8号，我们一开盘9:06，台指19990、19990，逢高，赶快干什么？叫你放空。到了9:40，还来到20000点嘛？你通通空得到嘛？那为什么要空呢？因为涨了4000点，开始这里面临20000，会有高档震荡的波动，啊。会有高档甚至向下修正的动作，所以一开盘，对不对？19990，赶快去放空。那 AI 程式更清楚，3月8号10点多，19987，再度转空。所以3月8号当天你怎么做？那我们 AI 程式的全国同学怎么做？开盘990、970，甚至978，再度加码放空。空下来，全国同学杀到19600多点，你告诉我多少点？当天现空就是300多点的行情，350点送给你啊，是不是？还没完哦。那重挫300点之后，来，昨天3月11号，来，全国 AI 城市的同学 ，AI 城市的用户亲眼见证了、啊，昨天3月11号19712怎么样翻多。所以我一再强调操作指数今天要有 AI 程式专业工具，你不要预设立场，你不要赌多赌空， AI 程式计算筹码，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， AI 程式3月8号19987空你就空，空下来350点。昨天 AI 程式3月11号明确的时间价位，19972翻多，你告诉我，今天获利是不是200多点送给你啊？所以赚钱很难吗？
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AI 程式专业的工具啊，是不是啊？指数操作，我一再强调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预设立场，掌握到千点波动，你就是一倍的获利啊。那要怎么做？很简单 ，AI 程式计算筹码，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。3月8号99990987，告诉你向下放空操作，送你300多点。昨天19712向上翻多，你看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。清清楚楚，你看得懂国字，19987空下来获利，是不是300多点？昨天19712翻多，到今天获利是不是200多点？那你告诉我，昨天3月11号翻多，送你200多点；3月8号99987向下放空，送你300多点。来，光这3天就好了，一空一多，200多、300多，哎。快500多点，快600点嘞，是不是快500多点，将要600点了？千点快来了没有？千点快来了没有？明后天再一个大的波动，我给你讲，啊，千点就快接近了。所以指数掌握到千点的波动难不难？你要有专业的依据啊！哦，没有专业的依据，所以一般人操作指数用看的，凭感觉，我跟你讲，输了一塌糊涂。所以你只要拥有专业的工具，完全不要猜。不要赌，掌握千点波动，对不对 ？AI 程式计算筹码，你只要 SOP 啊，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都给你啊。3月8号19987空，你就空300多点，300多点。昨天3月11号19712翻多，送你200多点。你告诉我，一空一多两趟，500多点了吗？明后天我跟你讲，再一个大的震荡，千点恐怕很快就要达成了。大家拭目以待，所以越有波动，获利的空间越容易达成千点的波动嘛，哦，所以不要猜，不要赌 ，AI 程式倍数操盘法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尤其大盘现在涨了4000点之后，高档的震荡是很大的，啊，有震荡你就要懂得掌握波动，逢高要懂得来回避险的操作，好不好？不要猜，不要赌，所以台指期如何操作很简单。欢迎大家把 AI 程式操盘工具带回去。大盘涨了4000点之后，这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要去赌多赌空，这里很肯定的会有越来会有越大的波动，了解吧？啊，这里也绝对不是空头市场，但也涨了4000多点之后，也要提防高档的修正了。所以张老师这里是要告诉你的，是要告诉你的。哦，指数操作要懂得掌握千点的波动，好不好？帮自己创造倍数的获利。那股票也是一样嘛，锁定主流赚大钱，底部起涨的股票才有大涨的条件嘛。高档转空的股票是要大跌崩盘的嘛。指数虽然攻到20000点了，创新高，我请问你啊，去年封关前，你打开所有的财经专家，都在跟你谈神盾、谈安国嘛？那你告诉我，封关前所有买安国的到今天，你恐怕睡不着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指数创新高，你200万剩100多万了、啊，是不是很痛？是不是很痛啊、哦？所以我们封关前我们也不啰嗦，现在涨的股票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也不给你设飞镖。封关前我就带领全国东森同学重压2档联雅伟创，对不对？我们总不能乱设飞镖嘛。所以一般你节目。啊，股票都5档、10档、20档一大堆，结果1-2档大涨，其他呢有的跌，对不对？追的安国惨跌，搞到最后你赔钱了。所以我们封关前就重压联雅伟创，对不对？联雅封关前从90多底部起涨，结果100、120、130、140、150、160，哎，同学，实实在在、扎扎实实大涨了快70%，100万就送你70万。200万送你140万，300万送你200万。逢高我也讲了，逢高我们开始做获利的动作，不啰嗦，对不对？把握底部起涨，波段获利嘛。那错过联雅的封关前，跟你讲 ，NVIDIA 今年大涨，那 NVIDIA 最大的供应商，当然就是伟创啊，当然就是伟创啊。你自己摸摸良心，全中华民国封关前，谁跟你谈伟创？没有人谈伟创，没有人谈伟创。我是不是请全国同学资金全力集中重压，把握伟创？当时90多块，90多块，我跟你讲，打入 AI 三巨头供应链嘛，
2024获利暴增一倍，90多块，把握大买嘛。结果呢，90、100、107、101、102、135，新春开盘之后，全国同学大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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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%嘛，100万送你40万呢、欸，300万送你100多万呢、欸，是不是？不啰嗦，那新春大涨130多块，我是不是讲了？大涨40%，逢高获利，但是拉回110多块，是不是告诉你130多块获利拉回110多，有将近20多块的价差拉回来，我们再买嘛？你看这是专业的操作啊，这才是专业的操作啊。我们也不给你死多头死空头，对不对？逢高获利130多，拉回大跌20多块，拉回再买，跟你讲会再度上攻挑战120。结果呢？昨天有没有120？又大涨了10几块，又大涨了10几%。所以光是伟创，对不对？第一趟大涨40%，拉回再买；第二趟又大涨了10几%，两趟不又是50%以上的一个获利的空间吗？我们是给你很实实在在操作，不是每天跟你啊乱枪打鸟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跟你报那个飞到天上的股票，啊，你买每天乱射飞镖也不行啊，好不好？那。伟创会涨到哪？我也讲得很清楚了。戴尔股价狂飙，结果戴尔的 AI 伺服器的主要供应商又是伟创哦。所以伟创会涨到哪？伟创会涨到哪？不要预设立场，欢迎拨电话进来啊，把握底部起涨，你才能实实在在享受后面波段的获利嘛。那再来 AI 引爆消费电子，那甚至换机潮，那。电子产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当然是半导体啊，那半导体复苏这档 AI 半导体商机，过去股价从300多块跌到100多块，也是经过一年多来的大底结构完成酝酿底部起涨嘛。那同时台积电的日本厂开幕，去年它获利了将近快一个股本，也要特别注意 AI 半导体的商机。AI 半导体的商机嘛，结果3月8号哦，冲到170多块，冲到170多块。AI 半导体会涨到哪？会涨到哪？哦，欢迎跟上脚步嘛。再来，很简单，所有错过联亚大涨70%的，怎么办？来 ，AI 高速传输必然是2024的一个主流产业哦。那这一档 AI 高速传输啊，跟国际大厂合作建造全新的一个网路。那过去股价啊，曾经在3位数，重挫80%哦啊，这么多年来在30多块，大底整理即将完成了 啊，而且现在面临的是底部起涨哦，要特别注意啊。在2024高速传输网络时机的产业的商机的爆发啊，那这档股票它的结构看一下，去年送你的系统底部起涨，结果20多涨到60多，涨了2倍啊，送你的讯息90多块底部起涨，90多涨到200多，大涨1倍以上啊，这次对不对？封关前送你的伟创90多涨到130多。大涨了将近50%啊，那联亚一样大底完成底部起涨，也是一样大涨了70%啊，所以从整个筹码结构底部起涨大底完成，这档联亚第二啊，同时它的股价呢也才30多块啊，因为大盘现在来到啊大涨了4000多点喽哦，来到一对不对？来到20000了，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操作上。很多高价股你已经追不下去了，对吧？因为涨了很多哦，有的是涨了倍数的行情。所以像这一档啊，只有股价只有30几块，又是多年的底部起涨的一个结构，又是 AI 高速传输，是不是？所以未来波段的行情要特别注意这档股票，只要一旦突破40，我跟你讲。后面整个大波段的行情值得你好好的把握，值得你拥有，好不好？所以不啰嗦，还没有赚到钱的全国同学啊，联亚第二啊，股价才30几块，值得大家特别注意。
那大盘整个波段已经涨了啊，来到两万了，面临两万的一个高档啊，一个整数的一个关卡，所以很多高价股投资朋友不宜再追高啊，就像封关前追到安国的人，那你到今天很痛啊，是不是？封关前啊追到安国，当时追到具有科，你到今天啊你会傻傻搞不清楚啊，为什么会惨套？为什么惨赔？所以底部起涨，后面才有大涨的格局。高档转空，很多股价小心是要大幅度的修正，好不好？所以手中套牢的，欢迎立刻立刻立刻拨电话进来，拨电话进来啊！那锁定主流，才能享受底部起涨，才能享受后面的波段的行情啊！想跟上脚步的，欢迎啊，拨电话进来跟上脚步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，回来继续再请大文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欢迎回到大户筹码，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大文老师。好，台股来到两万点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特别小心啊！很多高档转空的股票，像去年封关前的安国，全市场都在跟你谈，买完之后你告诉我啊，你到今天睡觉你都很痛苦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封关前送给全国东森投资朋友锁定联亚伟创，对吧？联亚伟创，当然现在标股你可能说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去乱射飞镖、乱枪打鸟啊，看准锁定重压大买嘛。所以封关前的联亚从90多底部起涨，100、120、130、140、165、165嘛，这就够了嘛，这就够了嘛，是不是？大涨了快70%。大涨了快70%，100万就送你70万，300万送你200万。当然，这里逢高要开始懂得获利嘛，是不是？那错过联亚的封关前，跟你讲 NVIDIA 大涨，那当然 NVIDIA 最大的供应商，当然就是伟创。所以封关前90多块，跟你讲把握啊。结果呢，90、100、107、111、124。135，一口气 KWZ 一样大涨40%，40%也是钱呐、啊，你不要小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张老师是很实实在在跟你讲，我们封关前很简单，就是联亚，就是伟创股票。当然，现在你说标股一大堆，那你去买买看啊，买了一大堆啊，有的涨你很高兴啊，买到安国你昏倒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股票现在已经不适宜去啊盲目的乱追，要特别谨慎小心。那伟创大涨40%之后，130多块，我们建议同学把握获利，有没有？但是拉回110多块，上周拉回，跟你讲，拉回再买，还会再度挑战120嘛？昨天126，我们都不会骗你的，是吧？那第一波段涨40%，拉回再买，昨天又涨了10几%，两趟不又50%了吗？好，好，再来 AI 引爆半导体的商机，那这档股票也是一年多来。大底结构在150多块，3月8号一口气还再度创短线高点，啊，半导体的商机。再来错过联亚大涨70%的高速传输，联亚第二，这档股票股价才30几块，底部起涨，来去年送你的系统底部起涨，结果呢涨2倍啊，讯芯底部起涨大涨1倍以上。伟创底部起涨大涨50%，联亚底部起涨大涨70%，所以联亚第二股价才30几块，都值得全国投资朋友啊，因为终究大盘面临2万了，不能再盲目的追高了，对不对？你去年啊封关前你去追安国追具有啊，下场都是让人很痛的，对不对啊？手中套牢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底部起涨啊！再来指数如何操作？掌握千点嘛。你掌握到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是1倍的获利嘛。来，3天前3月8号攻到2万，我们特别叮咛大家嘛，大户筹码，对不对 ？SOP 执行 AI 程式，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。所以3月8号一开盘9:06，990、19970去放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你讲了，来到2万会开始进行高档震荡修正的动作。那 AI 程式3月8号19987，全国同学。这个字叫做空嘛，看到空你就跟着空，空下来300多点，当天现空现赚嘛，300多点的行情送给你嘛，是不是？那昨天
19712 AI 城市19712，来，全国同学，这个中国字叫做多嘛，空多都很清楚。三月八号一个空300多点，昨天一个多19712，到今天不啰嗦，翻红翻多200多点嘛，不要猜不要赌。所以 AI 城市不要猜不要赌，对不对？昨天1972翻多，今天200多点。三月八号19990987翻空300多点，哎，空多两趟就好了。三天你看看，500多点的行情送给你。明后天再有大的震荡，不要猜不要赌，跟紧 AI 城市。只要有大的波动，我跟你讲，明后天对不对？再波动两趟，我跟你讲，千点行情不小心就会达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指期指数如何操作，不要猜不要赌，不要猜不要赌，唯一的你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，好不好？今天已经是 AI 城市时代，欢迎大家把 AI 城市操盘工具带在身边，跟上脚步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分析，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我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。也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